为内野哦都还有看台的包袱，对，那这个内野的看台都还蛮高，所以其实对球的影响比较有限。结果这个球打到了右半边，形成了一个平边的安打，二垒上跑者绕过三垒要回来了，这时候一垒上的跑者也上三垒，哇，这是一个平边安打，没话讲。状况好的时候不用想太多了，尤其是第一局。那林英杰是在一段时间调整以后又拉出先发了，那状况还在抓那个感觉。这个球也是投在高的位置，最近张正伟打内角球确实是进步很多了。